机器人投篮今年再度为玻璃国中伫机器人大赛中摕到金牌好成绩，要这个扫街路的机器人嘛摕到金牌。这项比赛利用主办单位提供的材料，由学生自行设计机器人，考验到学生比赛时的应变甲反应，是非常具有挑战性。啊，挑战就是可能会有一些突发状况啊，我们要马上去找方法把它解决，然后如果有问题的话，也要马上把它处理好。三个小时又十分钟的制作时间，有突发状况发生的时候的如何去应变这些东西，应变这些突发状况及它的化解这些突发状况的方法。去年参加时成绩就已经非常好，今年的成绩更加是令人感觉骄傲。所参加的每一项比赛项目拢有摕到奖。团体总成绩嘛摕到第三名，上重要是让学生伫过程中学到更加侪课堂上学袂到的知识甲能力培养，就能够让我学习到那怎么团队合作，然后要会沟通，跟分配工作啊，能够让我了解到就是世界上的那东西还很多，能够让我们学习的地方。这个活动其实会让他们学会思考。那在制作过程当中会碰到问题，然后试着去解决问题，这样才能发挥更好的表现。这样，玻璃国中校友会创会长关议员廖志祥特别颁发奖金鼓励这群学生优秀的表现。学校表示，机器人课程已经成为玻璃国中一项特色教学项目，希望让学生在多元学习中培养更加侪特殊技艺。我们希望培育学生，第一个就是学习力。第二个就是基本能力的提升，第三个是希望他也能够透过这个活动培育他的生涯发展力，那最重要的一点是培育他们团队精神的公民实践力，分析规划思考哈啊，各团队这个精神哈，这是对于那未来这个发展较好的哈，来当将来哈创造很多制造很多人才出来哈。机器人全国大赛总共84队参加，在南投县教学资源普遍比外县市来较欠缺的情形下，这群南投囡仔会当有如此的成绩，更加证明只要学校用心办学，在地主地幼园会当展现出未输外县市学生更加优秀的学习能力。记者王昭成采访报道。